这边有五张牌，这是一个特殊牌。右边算起来，第一张 K，红背 K，第二张也是红背 K，第三张是红蓝背，第四张红蓝背，第五张蓝背 K，OK，然后从右到左的分别就是。红背 K，红背 K，红蓝背，红蓝背，以及蓝背 K。刚开始先不用排，收起来给观众看。这是一个蓝色的K，总共有几张？用 M 四来数牌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张的蓝色的 K。然后呢，你将第二张，翻过来放到最上面，最后一张也会翻过来放到最上面，张牌旋转一下，这时候再用 M 四数牌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张都会翻过来。然后呢，这时候你将牌推两张，拿第三张翻过来，最后一张也会翻过来，放到最上面。然后呢，将牌转一下，这时候再用 M 四的数牌法，你会发现四张牌都翻过来最后呢，你将第一张呢，翻到桌上变红色；第二张翻到桌上也变红色；第三张，把整个副牌翻过来，放第一张也变红色。最后呢，把整副牌放下去，都是红色，蓝色牌变红色牌。那其实呢，这张牌是蓝红，我们只是呢将牌盖住而已。那以上就是表演的程序。